然后我会在那个跟客户聊天的过程中呢，我会了解他的需求咯。
帮他解决问题，帮顾客解决问题是真的是最重要的。当他需要什么，或者他跟你说一些东西，你要聆听，你要关心他，就好像他是你的孩子，慢慢琢磨他要什么，你就先给他什么。就是这个产品知识呢，就是你会给到他什么最重要的资讯。几时要换东西啊，几时这个东西会坏啊，你要跟他讲很清楚，增加那客户的信任度。就比如讲 OK， 我买这个 shopping 买的很便宜，但是他没有保价什么什么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几时会坏，我们会跟他说这个东西是劣品，我们是正品。要怎么样看呢？可是你们在讨论。我是说，无论是服务啊、产品啊，都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率。就是我卖的是价值，我不是卖价格。虽然我不能做到第一，但是我是做回的。OK， 我会给顾客提供一些。很好的一些服务啊，就比如我无所事事，我都会在小地方买一些去外国的话，我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送给客户，让他记得我，让他一买 stay back 的时候都会想到我。这个就是我从2020年到2022年我的业绩增长到80%，就是在这两个月吧。我的脚还没放进去呢，如果放进去应该会想到我的了。增长到87%，我就用在2020年，因为我都认识了知道吗，我就睡了第一招节流大法师一，过后2022年过后我睡了第三招节流大法师三，节流大法师七，就增长到你看这边是八个嘛，第二招就是八，我用了第三招过后就没有十个了，因为我要 post 十个，第二招就是要九个，也许成长了好几倍。这个其实保证我有了，但是我太长了，卡掉了。保证是69000，这边是1200。所以69000，这边是69000，69000一个，690000，你别说打错，690000。